第三支要跟上啊，第三支一定要跟上。你看第三支又没有跟上了，你问题你会发现看了。不要远距离，也不要远距离射门，不要远距离，有没有听到吗？那守门要守得住啊！基你还出手，带进去还出手。不要远距离，为什么都要乱说就射了嘞？不要再退了，赶紧找人！他们在拖时间了，他们在拖时间了，还有四分钟哦。不要那么远射！对，短传，我守门员第一次一定不好射进去的。李文婷，不要退那么后面。还有三分钟，赶快赶快！压进去，慢慢压，慢慢压。快点，快点！两分半。不要急，还有时间的，啊，不要多只退而已，早一点传，再早一点传，不要这样子的，奶油还要传。防守，为什么没有人守？文婷。不错，高度。注意脚不要太慢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守门远射不会进，做一下搭配好不好？你看我们射的都射不进啊，不要又想远射。没停电哦。黄蜂加油！退了哈。
后卫 ，nice， 再来，再来。有停表、哦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自己来，自己来。要动，前锋要动，才会有机会控挡。传这样的球很危险啊！还有，拿！自己来 ，nice！ 哇！啊、oh。